東九龍的運輸系統會服務觀塘上坡的地區，便利市民前往港鐵的彩虹站和油塘站，途經彩雲、順利、順安、秀茂坪、寶達和馬油塘，並透過行人通道接駁到安達臣道一帶。啟德的運輸系統則會連接跑道區至到港鐵的啟德站，強化區內的商住發展、旅遊、文娛、康體和社區設施的連貫性。首先就由這個郵輪碼頭去到這個啟德站。在2021年之前，我們亦都研究過有沒有空間，那個是跟這個郵輪碼頭向北，即是經過那個通過個海濱去到觀塘那邊呢。這個就我們現在看過呢，就都覺得是難的。但當然呢，在我們一個多元的組合的系統呢，其實我們都會去看看有沒有一些空間是有其他的接駁的方案是做到這件事呢。